华为 Nova 2S 手机真机曝光，酷似荣耀 V10 的设计。前不久，荣耀品牌刚刚发布了 V10 手机，虽然荣耀和华为品牌相对独立，但不可否认，荣耀依然属于华为系的品牌，因此能够拿到麒麟970处理器这样的元件供应，而且在设计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。华为在统计销量数据的时候也是将荣耀品牌合并在一起的。有趣的是，最近在华为品牌旗下有一款名叫 Nova 2S 的手机持续曝光。根据刚刚曝光的产品谍照，这款手机拥有不错的颜值，而外观设计与刚刚发布的荣耀 V10 有些相似之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从谍照来看， Nova 2S 均采用了玻璃后壳，但除了材质不同之外，后置双摄造型也酷似小黄人大眼萌的造型，前置屏幕风格十分相似，都是18:9屏幕和前置指纹识别设计，当然后壳材料的问题和配色的问题，所以整体质感有很大的区别。硬件方面，这款手机配备了麒麟960处理器，内置 4GB RAM 加 64GB ROM， 有 6GB 加 128GB 版本可以选择，后置2000万加1600万像素摄像头，前置2000万加200万像素摄像头，价格应该在3000元以内。